爬下去救你。哎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可以爬回去。确定吗？你俩。看起来我们得想办法通过才行。还不错吧？如果天气突然变差，我们还可以躲在这个洞穴里面。你真的认为我们会找到失落之城？我知道希望不大，但那位老探查员说他曾在这些山上见过遗迹。好吧，我想如果要把失落之城藏起来的话，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圣三一还没有捷足先登，暴风雪越来越接近了，我们最多剩下几个小时，时间应该还够，我们快到山顶了。你觉得呢？我们很接近了，月娜，我感觉得到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段路了。好吧，看看上头有什么。这里感觉挺稳的，不过还是继续靠着墙好了。好，看来要从这边爬。小心那些掉落的冰块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上吧。这里感觉挺稳的，不过还是继续靠着墙好了。好，看来要从这边爬。小心那些掉落的冰块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上吧。
留在这里，你能够跳得过去吗？我可以。老天，我不认为自己可以跳得过去。先不要动，我在上面固定绳子让你抓住。好，我让绳子松一点。老了，快结束了，你可以的。把你拉下来的，高高我那边，在那边，把我带到另一边去。好吧，开始了。老了，快点儿！不行，别这样。老了，我可拉不住了，绳子开始滑了。
生命就像一条无情的河流，所有的事物都会稍纵即逝。我们会变老、衰退、死亡。但我们留下了什么？一堆骨骸还是尘埃？那灵魂呢？在肉体回归尘土后，是否仍会留存于世？我相信它会。许多神话和故事的核心就存在着某种真理，这并不是科学的真理，而是某种更深奥的东西，某种能解开永生之谜的关键。喂，我们现在正在开往战区，你真的确定要到那儿去？回不去了，一定能找到什么。